家属的道歉信。然而此时道歉已经晚了，没有一个受害人家长接受这份迟来的道歉。三鹿集团的大门前已经被愤怒的人群包围，他们的孩子大多患上了大头病或肾结石。三鹿集团董事长田文华于同年9月17日被依法刑拘，而石家庄多个领导也因监管不力而免职。国家质监检验检疫局总局局长李长江也辞去职位。而后国务院废除了食品免检制度，农业部也开启了一个月的奶站专项整治工作。专项行动开始之初，不少奶牛养殖户奶站纷纷倒奶，奶农也因此损失惨重。但此次整顿依旧没能拾起国人对中国奶企的信心。此后十余年，中国奶粉市场成为了进口奶粉品牌的天下。可以说这一切都和始作俑者田文华有关。先是纵容企业添加三聚氰胺谋取利益最大化，再是出巨资压制新闻平息舆论，怎么看田文华都不像一个好人。实际上这个黑心商人在部分人的印象中似乎并不是那么心狠贪婪。那么他是如何从一个励志农村女孩走上犯罪之路的呢？田文华是正定县南岗村人，这里距离石家庄市才不过30公里。田文华姐弟共计7人，他在家排行老二。他天资聪慧，学什么一学就会，每次考试成绩都非常出色，是同龄人中读书最多最有出息的。田文华的大姐将读书的机会让给了他，留在家里干农活。乖巧懂事的田文华每次放学回家后总是抢着帮干活，减轻姐姐的负担。从这看来，年少时的田文华懂得感恩，懂得孝顺长辈，是同龄人的榜样和楷模。长大后田文华到张家口学习农科，选择兽医学专业。1966年8月毕业后被分配到了石家庄牛奶厂当兽医，这正是三鹿集团的前身，也是田文华梦想起飞的地方。因业务强，田文华1983年被提拔为生产副厂长。这一年田文华所在的牛奶厂拿到了奶粉配方母乳化的资格，获得了国家的支持，成为母乳奶粉定点生产企业之一。四年后厂长退休，田文华就此接任厂长一职。此时的田文华才45岁，有创新力，有拼劲，开始了自己的改革之路，将工厂改名为三鹿。经过多年的奋斗打拼，1993年三鹿荣登奶粉销售冠军的宝座。此后14年蝉联这一宝座，光环下的田文华仍然十分低调。有人评价道，田文华为人宽容和气，但做事厉害，稳扎稳打，知道三鹿需要什么。每次对他赞誉，他总是羞涩的摆摆头。同时田文华本人十分抠门，他大姐说过，二妹一直勤俭节约，一次他去购买白面，路上不小心将其撒在地上，看到这番情景，二妹心疼得不得了，30岁的人了还当场落泪。请客吃饭，洽谈生意，他能在公司食堂吃就一定不出去。田文华带动三鹿快速发展的同时也留下了不少隐患。三鹿之所以能在母乳市场成为独一档的存在，还因其特有的经营方式，工厂加奶农，也就是工厂购买奶农，再交给奶农养殖，奶农卖牛奶偿还债务，如此一来就实现了双赢。一方面奶农的养殖门槛减少，风险降低，另一方面企业的运营成本低，且规模可迅速扩大。这种方式看似很好，可三鹿却忽略质量上的监管。那些加盟工厂在收购奶源不过问质量问题，甚至有工厂主动低价收购劣质奶、掺假奶，在原价卖给三鹿，赚取较高的价格。2007年，我国迎来了2200万新生儿，奶粉需求为此加大，从而奶价开始大涨。而后因市场的竞争愈发激烈，为了抢占未开发的广大农村市场，三鹿决定和对手打价格战，也就是将收购价压到了成本价。那些奶农们本就赚取了可观的利益，可人的贪婪是无法满足的。评价奶制品的好坏时，一个关键指标是蛋白质数值。在牛奶中加入成本低的三聚氰胺后，会让氮含量大大增加，因而蛋白质数值也大大增多。发现如此能够谋取暴利之后，那些黑心奶农在掺水的鲜奶中添加过量的三聚氰胺，这种做法可以降低80%的原料成本，同时也可缓解奶源紧张的问题。这之后潘多拉魔盒就此打开，三鹿也走上了不归路。可笑的是，田文华的母亲一直不知道此事。记者前来采访时，其母亲说，自己的女儿自己放心。
据母亲描述，田文华接管三鹿40多年里，从来没有为家乡投资。村长当年希望三鹿为村子里建设奶站，让奶农都能多一个谋生的手段，可田文华铁面无私，拒绝了这一请求，且拒绝所有找他办事的人。田文华表面一套，背地一套，给人一种爱惜羽毛的形象，背后却是肮脏的饭局交易。三鹿作为第一大奶粉品牌，消费者对其的认同度最高，购买量也最多。再加上三鹿为了打开农村市场，主打低价路线，400克的奶粉18元即可买到。便宜的价格加上大品牌的声誉保障，让消费者没有怀疑。流入国外的三鹿的奶粉同样被检测出异常，且遭到国际舆论的谴责，三鹿再也压不住负面舆论了。那么三聚氰胺到底是什么？其实它是一种工业原料，有微毒，主要用来生产涂料、粘合剂、造纸、压层板、磨塑料、脱漆剂等，不能用于食品制作或添加剂。一旦摄入体内，它将会和胃酸发生化学反应，生成人体无法消化利用的三聚氰酸。在肾脏的作用下，其成分会进入血液中，并形成晶体，堵塞肾小管，形成肾结石，严重的形成肾积水，患者衰竭而死。婴儿肾脏没有发育完全，摄入后很容易会引发肾衰竭，之后还会形成尿毒症。同年12月份，卫生部表示，三鹿毒奶粉事件赔偿金额总计为40亿元左右，国家出资26亿元，其他费用由22家问题奶粉企业支付，三鹿赔付9亿元。三鹿在同年12月25日宣布破产。2008年的最后一天，田文华被押上终审法庭。当天夜里10点，田文华无奈认罪，当场落泪，说道：“此时的我痛不欲生，我没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，我愿意接受法律的一切制裁。”然而，再多的忏悔和泪水，也掩饰不了田文华黑暗的内心，更无法挽救婴幼儿的健康和生命。田文华2009年1月被判决无期徒刑后，多次减刑，这让那些受害者及其家属十分不满。田文华有很大可能出狱恢复自由，而很多患者至今无法恢复健康，承受着常人无法想象的痛苦。甘肃媒体2018年时访问了曾受毒奶粉事件折磨的双胞胎兄弟一家，患者分别为王鹏、王鹤，兄弟俩吃了7箱三鹿奶粉。8个月大的时候，兄长王鹏被确诊为肾结石、肾积水，因为家庭困难，没在医院多久，家人就将他带回家自行治疗。20天后，王鹤也患上了肾结石，在社会和国家的帮助下，他们的结石病最终得以治好，但留下的后遗症伴随着兄弟俩终生。相比同龄人，他们身体发育缓慢，身材矮小，尿不尽，而且免疫力差，经常生病。哥哥相比于弟弟，身体状况更差。如今父母已不再有什么奢求，只想要兄弟俩余生平安健康。杨彩荣也是三聚氰胺事件的受害者，相比其他人，他的后遗症更可怕。他从小就患有多种骨科类疾病，且严重发育不良，头颅比正常孩子大上很多。杨彩荣2014年时被查出患上了骨肉瘤，右腿疼痛难忍，后做了截肢手术，后来检查时发现他患了癌症，不久后便离世了。梁红也是受害者之一，3岁时他便得了肾结石，2014年2月，梁红被诊断为双肾结石。1年后，梁红被诊断为肾结石、尿毒症、肾功能衰竭，2018年2月抢救无效离世。可见13年后，当年受害的30万患者中，多数人饱受后遗症的摧残和折磨，他们因一罐毒奶粉终身都要处在痛苦之中。他们不能接受田文华即将出狱的消息，便可以理解了。田文华不仅使中国的奶制品行业长期受挫，而且摧残了30万婴幼儿患者的身心健康。在2018年6月的婴幼儿奶粉品牌调查中，前10品牌中只有2款为本土品牌，且前5均为进口奶粉。当前国家已经进行过全面整治，奶业的安全已足够信任，生鲜乳抽检合格率常年在99.9%左右，质量指标已经达到了顶尖水平，国人对国产奶粉的信任尚在慢慢的重建中。